Welcome to another deep dive, everyone. This time, um, we'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. Oh, yeah, we're going into fiction. Interesting. Yeah, a listener sent in the first thirteen chapters of their story, and well, I got to say, what's that? It's a real page turner. 写小说最怕什么？写到一半卡住，故事情节前后矛盾，情节越写越乱，自己都迷失了。但更大的问题是，不知道作品受不受欢迎。 有没有值得讨论的观点？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 AI 工具，它可以帮你整理故事、分析人物，还能让 AI 帮你讨论作品，让你的作品不只是文字，而是能影响更多人的故事。嘿，hey, 我是忍者妈妈，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。这一集课程由我的 AI 语音助理 Tala 来帮大家讲课，让我们一起欢迎 Tala。大家好，我是 Tala，我的名字一指星光，就像星星指引方向。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，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。阿哲用 AI 图像转影片，打造了一部充满张力的相爱相杀影片，观众反应热烈，播放量飞速成长。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：短剧虽然吸引人，却容易被遗忘。观众看完，可能几天后就不记得剧情。他开始思考，要怎么做才能让作品更具影响力？于是他决定挑战长篇连载小说，让观众每周都能期待新的剧情。 透过角色成长、剧情伏笔，让人上瘾。阿哲开始动笔写长篇小说，但几十万字下来，他开始迷失方向。这角色之前有这样讲话吗？这个剧情时间对得上吗？最怕的就是前后矛盾，读者发现了会直接弃坑。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？这时他听说了一款 AI 工具 NoBookLM，能帮助他进行小说分析、角色管理、分镜制作。这会是我需要的工具吗？ 他决定试试看。他来到 Notebook l m 的网站，用 Google 账号登录，建立笔记，将小说上传，让 AI 帮忙整理时间轴。这里支援超多种格式：PDF、纯文字档、Markdown、音讯档、Google 文件、Google 简报、网站连结、YouTube 网址，甚至直接贴上文字。一次最多上传五十个资料来源。阿哲勾选了这次要分析的小说内容，点选时间轴。 AI 会自动帮你整理好剧情的时间线以及人物介绍，点选转换成来源，就可以将这份资料加入资料来源。点选左边三个点点，可以重新命名。之后如果不想要，也可以从这里删除。这样我就不会忘记剧情设定，也能确保角色行动前后一致。还可以透过跟 AI 对话讨论我们的资料，点选储存至记事，将对话内容保存到记事，就不用大海捞针。 回头翻找之前的对话，之后如果不想要，滑鼠移到记事本，点选三个点点，就可以删除了。阿哲接到了一个新委托，帮助一位知名作家制作小说分镜。但这本小说长达五十万字，想要快速产生分镜，但小说太长，怎么读？要怎么快速理解故事架构？角色关系怎么整理？这时他点选简报文件，AI 迅速生成了一份精华版文件，包含核心主题。 主要角色、重要组织、关键情节与事件、互动元素、未解之谜与未来走向。这样一来，光看这份简报就能快速了解小说架构，超省时间。当然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Trash in, trash out。如果小说本身没有写到这些，AI 是一定整理不出来的。千万别怪 AI 偏心哟。阿哲写完第一卷小说后，他开始担心：这本小说真的吸引人吗？故事架构有没有漏洞？ 读者会喜欢吗？这时，他点选右上角的语音摘要，AI 立刻生成一段双人对话 Podcast。透过这个语音摘要，听听 AI 如何讨论我们的小说。点选三个点点，可以调整播放速度。点选互动模式，也可以跟 AI 在线对谈。如果要产生新的语音摘要，要先删除旧的，才能重新生成。这就像 AI 帮我做读者测试。但有个问题，这个功能目前只支援英文。 阿哲需要先下载档案，翻译成中文才能使用。如何将语音翻译成中文呢？除了我们频道之前教过的各种工具及方法，今天再来看一个新工具。阿哲来到 Google AI Studio，点选 Create Prompt，点选加号，上传刚刚下载的声音档，填入提示词，请 AI 帮我们将声音档转成逐字稿，并且翻译成中文，方便我们理解以及后续制作中文版的访谈影片。按下产生，几秒后。 AI 转录了整段内容，但是最后一句话怎么有点怪怪的？原来是还没全部做完。输入继续就可以咯，所以这边就是自己要注意，声音档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，才能判断 AI 有没有全部完成。完成后，如果有想要修改的部分，点选 Edit 编辑就可以在这里直接修改、储存。如果不满意，可以点选 ReRun 重新生成，点选三个点点 Copy Text。 就可以复制贴到记事本。最后，如果你想要保存这次对话，一定要点选右上角的 C 保存，它就会出现在左手边的 Library 下面。否则，一旦跳出这个对话框，资料就会消失。那可以用 Chat GPT 吗？哦哦，很抱歉，它没办法。另外，我们这里做的是英翻中，不建议先将语音转字幕，再翻译字幕，因为英文句子通常很长，常常会切成两句。 用 AI 做字幕翻译时，常常词不达意，像这样需要人工一一调整。阿哲灵机一动，既然有 AI 转录的对话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访谈影片呢？他先使用文字转语音工具，针对两个主持人选择不同的 AI 音色，再搭配影片画面，一部讨论我们作品的中文访谈影片就完成咯。这样一来，我的作品不只是小说，还可以在网络上形成话题讨论，这真是太神奇了！ Welcome to another deep dive, everyone. This time, um, we'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. Oh. Yeah, we're going into fiction. Interesting. Yeah. A listener sent in the first 13 chapters of their story, and, well, I gotta say. What's that? It's a real page turner. 让 AI 生成语音摘要，帮助我们检讨小说品质；透过 AI 翻译语音摘要，制作访谈影片，提升内容价值。阿哲又从一位短剧创作者，成功进阶为长篇小说连载作家。透过 AI 工具，让创作变得更高效、更有影响力。你呢？是不是也想让自己的小说用更聪明的方式创作与分析？让你的故事不只是文字，而是影像与声音的奇迹？节目最后。 我们来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。上次有同学问到 Filmora 语音转影片的这个功能，如果原本的声音党里有好几个人，AI 转出来的结果会如何呢？忍者妈妈就用这次的双人对话帮大家测试了一下，结果如何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What would governments do with that kind of power? It's a disturbing thought, but it's one worth exploring, I think. Yeah, fiction lets us consider these. ethical dilemmas in a safe space right exactly we can think about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without the immediate threat of real world harm that's true 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去试试看吧！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吧！